九代晚安，卡丘晚安。卢卡还好吗？目前还可以，手很酸而已。星宇晚安。对，我今天去打疫苗。Sega 晚安，关于晚安。医生黑。裙子还好。一下。晚安，晚安，怀怀晚安。顾家晚安，安晚安。嗯，今天很漂亮，谢谢。应该今晚副作用就会出来了，多准备一些，没问题。裙子很好看，谢谢。志恒晚安，愉快晚安，今天很美，谢谢你。谢谢小玉的四叶草，谢谢烈哥的选票。阿翔晚安，阿泽晚安，大家晚安。对，我要多喝水。克里斯晚安。出去打疫苗也这么漂亮？没有，出去打，我今天打疫苗的时候我没化妆。我今天八点才化。志恒晚安，谢谢送我带我去流浪。发现我们家有这个东西。我明天才要去打第二剂保重，对，应该没问题的啦。嗯，对，多喝水哦。吕冠文，什么羡慕医生，眼完全没化。对，谢谢吕冠医生我一封信。没化妆你居然会出门，但还是会戴口罩啊。对，我发现我今天没画眉毛。啊，我刚刚忘了画，那就先盖着。今天打疫苗，现在有不舒服吗？应该还可以，这边手臂很酸很痛而已。我第一期是完全没事，真的连一点点发烧都没有吗？上次还拿了一个体温计，对，那是妇女体温计。可是我发现我们家有这个，很快就逼完，真是很好看。可以自己量一下体温，如果身体觉得烫烫的话。对，眉毛这边是白白的，不要看。来喽，告诉你们我现在的体温，36.4，那还可以吧？对，我今天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的体温是35.9，所以高了0.5，嗯，还可以啊。礼拜日就会知道我有没有事情，对，正常的，对，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头晕，只是手臂很酸而已。我平常不高，35度、36度，嗯，应该是女生会看时期，就是荷尔蒙的关系，有时候很高，有时候很低。对，但是我平常不会超过37以上，反正睡前准备一些退烧药。好的，对，我之前买的药好像是头痛药的样子，可是医生说这是退烧药，嗯，所以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头有点晕，所以就是睡前就吃一颗，然后就睡觉，然后隔天就没事。要等12个左右，对，可是我上次是因为打完3个小时就开始发烧，差不多37度，对，这样不算发烧了，对，就是一点点微烧，嗯，可是这次就没有，嗯，我第二季完全没感觉，啊，对，今天戴耳环也是上次卡妹送的，谢谢小玉的红玫瑰，对呀，啊，卡妹的夜宵晚安。要是卢卡都没发生副作用，就表示卢卡身体很好。我知道你原本想说什么，什么疫苗认证的老人家是不是？今日没叫真的不会，ありがとう大神，烧起来就不用电卷棒就能烫刘，能烫刘海，应该是止痛跟退烧。对对对，
我是第一季比较有感觉，觉得肚子，我也觉得感觉，我也是第一季，说不定我第一季比较没那么严重，但是明天才知道。对，我还没超过48小时，还不确定，还不确定，等一下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副作用？我第二季是晚上睡前全身发烧，哇啊，全身发热。免疫反应蛮好的，我也不知道啊。听说真的副作用就是要看人。嗯，你感觉还好吗？目前真的还可以，应该是没有发烧的关系吧。对，上次因为这个时间的时候已经变成37点多，37点几度，所以就是头有点晕。凯秋说卢卡老抓到，对呀，可恶。不要熬夜哦。好好的，我是下午4点打的。嗯，明天应该没什么工作安排，没有，所以我就故意挑这天，后天也没有，礼拜一也没有，礼拜二才有。只是我还要处理我妈，就是家里的事情。对，哦，我今天真的画了画眉毛，就是。这边很黑，这边不够黑。如果很聪明，猜得到你们话里的意思。现在情况是，可能明年5、6月要打第三剂。对，我爷爷好像已经打了第三剂的样子，还是快要打。所以我听的时候想说，哦，我连第二剂都还没打完。我明天是4点哦。你有准备退烧贴？有有有，上次没有用到，居然放这么多天，刘海很 Q， 这是什么、啊？谢谢青云送我闪亮星，红星星。你这样撞到两个休息日，卡妹比较聪明，卡妹好像是12月7号打的，下午打的可能真的没，真的还没。对，可是我上次是3点打，然后8点。好像是6点的时候已经就有37度，对，但是隔天就完全没有发烧。赶快换小翔特效，可以遮眉毛。粉丝眼睛不好不会注意到眉毛，那就好，闪亮闪亮。谢谢李冠的选票，很适合搞笑加搞的特效。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特效，谢谢陈大声送我闪亮星，闪亮星，我是闪亮星。晚安，晚安。好，我晚点再量一次，但应该目前就是感觉我也没有感受到，哦，我体温感觉越来越上升的那种感觉都没有，最近新的，你好配合。要不是照齐全部的颜色，要不要？我不知道有什么颜色，红色、黄色，靠你了。让我想，你上次用那个有温度计，现在敢用耳机枪？对呀、啊，因为我忘记我们家之前有买这个，就是我爸生病的时候用这个真的比较方便，所以就真的直接买。对，然后。就是过了一年后，我真的完全忘记它的存在。5种颜色那么多，红、橘、蓝、粉、黄。哦，原来，所以我刚收到的是红色跟黄色哈，有应援色。对啊，我还没收到应援色，橘色出现还没。这个好像很多人家都有。对啊 ，BB， 奥姆龙，有人有人。耳温圈，但是用咬的比较可爱。阿北晚安，罗纳德晚安。咬的要等很久啊！上次开播的时候就一直咬着，然后让你们等了3分钟吧，还是你们等了更久吗？对，今天只开1个小时。有人要来个连续粉跟橘吗？可以吗？
那个星星多少钱呢？Run 好像要再加一点上去吧？哎，是哦。所以我以为Run 比较高了一点点。我再演一次好了。哦，变成 35.8 还是我量的要怎么再一次啊？嗯，算了，对啊，变低了耶。打针前一天，因为是下午打。就熬夜吗？怎么被发现我昨天熬夜？大老师晚安，第一次跟到直播，你好你好，体温都偏低耶。叨叨先生好像为了格温度计塞进热咖啡里假装发烧。啊，那应该是动漫版的叨叨先生。为什么我像你们耳温都那么可爱？我的是性格真的很多，哎嘞。太阳给不用一直连按很多下，可是我忘记要怎么重新量，是长按吗？啊，对，长。好吧，等他，我不会用它。啊，可以了，可以了。35.9，差不多了，差不多。原来卢卡那么冷血。卢卡加工妈妈，工妈妈，鸡婆娘晚安。哪天不熬夜？还是最近没有熬夜？就是昨天刚好我的朋友问我日文，对，所以就是不小心回答很晚。才来卢卡斯问我，赶快打一些土味情话，让卢卡斯问一下。说话有点有气无力，还好吗？有吗？我平常都这样吧。我听到妈妈声，对呀、啊，碰奖。我妈刚刚回来了，所以碰奖在兴奋。谢谢送我守护，讲错了，支付的守护灵。你最中意刘家？嗯？卢卡的熬夜是超过半夜四点吗？没那么晚了，就是三点左右。卢卡最近一次最早睡是几点？应该是一点。一点。安安，补胆节奏兔晚安，博成晚安。我也要，明天要考试啊，掐掉了。不过副作用在24小时内都有可能出来，现在没上升也还好。对啊，真的，就是跟上次不一样。不用讲在叫什么，好吵哦。今天介绍好玫瑰，谢谢笑笑的粉玫瑰，谢谢博成的选票。我终于有罐吃，先要晚安。国言国序嘛子，诶，来週です。そう、私今日ワクチン打ったから、もし今週だったらやばかったよ。一连算早了，他最喜欢刘家，是吗？一点最早最厉害，博成晚安，博成好吵哦，对呀、哦，喵，今天有要唱歌吗？今天不要好了，还是他要找你？不会的，博成不会找我，我去看一下，王晶。前叫，嘿咻，こんにちは。ポンちゃん要不要量耳温？对，今天只开一个小时，椅子是找过来的。来，ポンちゃん，你们知道猫是怎么量体温吗？ポンちゃん量不准。
猫咪的体温好像比我们高了一两度的样子。吉吉在隔壁房间。对，猫要从屁屁量，所以就是猫咪通常聊体温的时候真的会超级生气。原来他是叫你开门。好大只的猫，还好哎。碰讲在橘猫里面算是瘦的，嗯，我有看过其他橘猫，都很胖很大只。瑞卡今天有没有穿呢？有啊，我今天出门不可能穿这样，我都穿很上面 下面艾迪的上面铺嘛，然后就都是穿运动服。盛元晚安。量体温叫的声音特别高嘞，加菲猫，真的橘猫难得看到这么瘦的，对，它腿很长，这是真的，它脸很小，又腿很长。你今天出门是穿出门是穿衬衫吗？不是，怎么会问这个？穿衬衫打疫苗很麻烦的，要全部都脱掉，然后这样对不对？麻烦麻烦。我遇过的橘猫都是胖的，对呀，橘猫胖的比较多，十只橘猫，十一只胖。它到底在叫什么？量，反正我现在没有，再量一次好了。呵，变成36.5了。满意问号，我右边。我刚刚测的时候35点多，那你今天怎么脱？当然是里面穿的 T 恤、短袖，然后这样，然后结束就穿外套。该不会穿圣诞 T 没有？都是全身黑色，脸很小，腿很长，怎么感觉很像模特的身材？对呀，碰巧是猫咪界的。素水もこみち。ポンちゃんは猫界の早見もこみちだから。そうか、頭ちっちゃくて、あ、顔ちっちゃくて足長い。でも猫って顔でかくてさ、太ってて足短いのが可愛いのに。ね、ポンちゃんモデル体型なんですよ。现在天气冷，打疫苗麻烦。对呀，但我终于打完两剂了。这温度都在误差范围内一直变，没有穿若肩的去哦，连脱就不用脱，太冷了啦。那我明天要穿生日 T 去的，好啊好啊，可以啊，好啊，没问题啊，当然可以。第一只，瑞卡家那边会很冷吗？蛮冷的，我们家附近有那个床河流，对，那边风很大。碰讲招牌菜是什么？招牌菜哦，olive oil， 当然是橄榄油，肉泥加橄榄油。对对对对，猫咪界的素水知乎道，出会ってるかな？もこみちって中国なんて言うんだ？碰讲不会煮菜。杰哥才是真熟练，圈粉其他打疫苗的啊，茂湖岛，你家有灰猫吗？没有啊，没有，只有一只，只有刚刚的那只橘猫，就只有它，好酸哦，是两只还是一只？一只啊。一只，只有一只而已。谁是养灰猫啊？Andy 是不是跟其他成员搞混了？我看了什么？嗯，好可怕哦！开始酸，没有，一直都很酸。
差不多两个小时前就开始酸。可是我记得我上次打完当天没这么酸呢。我痛。晚上现在碰到就会痛，对。但是医生说不能揉，只能这样。哎，好酸哦。瑞卡家不是还有黑猫吗？那是娃娃。对，你手臂有被卡车撞的感觉，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打完肌肉，真的那个痛。这样也抓吧？对啊，我也记得，我们家没有养猫，我只有养一只猫。你等等酸的夸张一点，我明天就不敢去。你还是要去。谢谢送我麦克风。星际大战那个，你叫什么陆克吗？谢谢陆克。好像打的地方按了会痛，对，我不敢按。用聊天转移注意吧。好。看 VCR 确认吗？嗯、啊？什么是 VCR？VCR？我前阵子回我爸讲家才知道，遇到鬼人养的一只。哦，对了，山里有地震，卢卡家人好。对，我原本想要发文跟你们说我们家没事。录音片段。嗯？单独买猫用品就花了大量金钱。对，是陆客，未来请多指教。没问题，请多指教。VCR 应该是录影片段，被杰哥音乐剧圈粉的了。对，说真的，真的很多人就是因为那个音乐剧，然后来关注我的 IG。可是好像第一来看我直播的人好像就是不多，对，好像你是第一个。PCR 是20年前在讲的，对，我想说是不是 PCR 是疫苗的，嗯，老磁带录音机，奇怪，我们是不是不同时空的人？有可能哦。对，那段时间 IC 人数飘升，好像多了1000多个人，真的吓到。对，但是真的没几个人来看我直播。请看 VCR 是综艺节目很老的用语，怎么办？哎、欸、，Andy， 其他粉丝在呛你哎，没事啦，没事。还是你看错，就是碰奖有一只他很喜欢的娃娃，可是那是黑色的，黑色猫咪的娃娃。他们可能想填握手卷，发现怎么都手完。对呀、啊，什么都手完。我看到卢卡有2只，哦，那有人密你吗？有。下周还有公演可以看，没错。Daisy 场都卖完了吗？干大家礼拜日再看我有没有怎样？好。礼拜天我会看，我会开播吗？哦，对，应该会。好，可能那娃娃也不是黑的，对呀、啊。啊，对啊，可是那娃娃是黑色的，好优秀。公演没票了，如果回头发我们粉丝之间的情感，Daisy 这一块秒杀。如果下次也只开一部甜甜圈门，就这样，嗯，橘子卖完了。好吧，那就下次一月的，好痛哦。Daisy 很抢手啊，好吧，灰色哦，还是因为那只吉吉里面的棉花太多，然后看起来像灰色。对，反正我们家真的只有养一只，就是刚刚看到的那只橘吗？还能看3周年，耶、yeah ！可以来握手会，耶、yeah ！瘦瘦不要去摸，
他会动，还是那个那是不是别的成员呢？你先不要动左手，好的。3周年准备的怎么样呢？就是有开始练，有一些歌曲我已经开始练舞了。我看到的会动啊！卢卡，如果下礼拜还手算的话，彩蛋就丢不到第一排了。就算状况很好也很难，那彩蛋真的太短了。还是 Andy 的。是不是有人就是模仿刘家，就是有可能是宫田刘家的尼塞莫诺，假宫田刘家。你看到的那个宫田刘家是假的，恐怖恐怖到极点。乖乖承认看别的成员吧，算了当梦境啊，也有可能。还是那天卢卡穿灰色的衣服。哦，所以那只猫咪是我吗？特殊体质，一定是某甜甜圈假冒宫田刘家开直播。啊、哦，对，有可能是关田刘家，对，有可能哦。我之前看直播也很少看录影。嗯，我跟上一次是在 A 排，手酸可以丢给我们。像我就是看 Jackie 影片走错直播间来的。对，之前就是有，之前真的有一个粉丝叫关田刘家，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对，有人烂的 ID 就用关田刘家，然后我的公式，我记得我的公式照片是这样，因为他的照片是用镜面的，所以是这样。不知道名字，一律吹强大声，有可能是强大声的小将。我还关田顶角，会不会是你去宜真家的那次看到瑶瑶了？可是瑶瑶是鸟啊，不是吗？啊，但是它是灰色，还真不是我。应该没有人把鹦鹉看成猫咪吧？新闻标题：知名女团成员急爆出现分身。对，话说那个，我就是有两个电视，算是新闻台吗？网路新闻台，他就是密我说，他想要授权就是杰哥音乐剧的影片，然后因为我不能直接回他嘛。不能直接回他说 OK 或是不行，所以我就跟经纪姐说我要怎么办，然后他说因为那个影片不是我们自己是粉丝做的，所以授权不在我们这边，所以我就算拿我们什么都没办法做。对，他密错人了。真的很好笑，还以为你要流鼻涕啊，清鼻涕。那流量很大，卡妹原来跟麦教授一样会变成猫。新闻台问你要好了，就怕都不讲，还是直接秒过去。结果是要问粉丝。对呀、啊，如果他们没有找雷军，我的影片就不会被分享。可是他们也应该没有找你吧？对，就是他。那个影片授权在你那边，我失去红的机会了。应该要先营运，先问问看杰哥可不可以。不是杰哥，是要问 po 影片的那位粉丝。对，他要被采访了吗？你先学。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跟那个联络吧。哪家电视台？这个还是不能在这边讲吧，讲比较好吧。对，你不用直接问，笑死！那是谁找你的？请雷军去授权。
可是那音乐不是杰哥原创的吗？对呀、啊，可是他们想要的是我唱的那个版本的影片，不是想要杰哥的影片。有些新闻台会在影片下面留言，对，可是他们就直接密我。但是那个影片不是我发的，也不是公司发的，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办法。应该要问小尾巴才对，也不是吧？他们说那个影片可以随便用。那影片影响很多方，要授权会有点麻烦。可能你唱的比较好听，作词授权大家 cover 的、啊，只要标进出处就好。对他们也对对对对对对，青云说的对，所以就是主要雷军说 OK 就可以了。可是他们没有去找雷军。瑞卡会看影片留言吗？偶尔会看。对，哎，话说昨天吗？还是前天？韩寒前辈突然密我说。昨天他突然密我，然后就传给那个影片的那个网站，说：“哦，刘佳你好厉害！”我吓到，他说：“想说韩寒怎么突然密我？”结果就是因为那个影片，请公司去，公司也应该不会特别去处理这件事吧？嗯。不过影片的拥有权在烂直播，对，听就是，我想一想，好可怕，我先去休息哈。对呀、啊，你这可能真的看错了，应该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叫韩寒前辈专心念书好吗？他有啦，因为你知道他现在 IG 都不能用吗？然后他好像就是看 YouTube 的时候。就是推荐那边突然有刘佳的那个影片，他有啦，他一定要专心读书，他那么聪明。那如果跟雷军收影片版权费，雷军要付钱哦，真的、哦。所以，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他还不看书再看 YouTube， 应该，我觉得他有在看书了。雷军有的是钱，你知道韩寒前面暑休好几次哦？真的、哦，这个我不知道，所以雷军自己找应该可以。我有的是钱，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那反正就是。蛮可惜的、啊，想说两个新闻台就是找我，但是我也没办法，什么都没办法做。对，前阵子卡妹也说，她完全没看我的直播啊，从来没有看过跟杰哥相关的影片，但是推荐那边突然出现我的影片，想说这是。嗯，什么时候的事情？前几天，两三天前。虽然杰哥很帅，但我最喜欢是石进阳啊，那个是粉丝啊，那是粉丝点的歌，《红桃姐姐快一起摇》。卡妹也被洗版，不然卢卡该开始写自己的音乐剧，太难了啦。那你可以稍微提示一下什么台？不行啦，还是不能讲、嗯，应该不能讲。卡妹跟同事炫耀唱片唱歌是我姐吗？卢卡想唱今天我最美吗？那是什么？今日我最美，好像有听过哦。石进阳我也喜欢，不是不要吧？苹果的今日我最美通常都是照妖镜，我几乎每天听耶。谢谢陆克，你是谁的粉丝？
原本是 TTP 的粉丝吗？还是你是杰哥的粉丝？夜兔晚安，我还不会来请你们吃。之前有些成员有啊，有些成员，一个新闻报纸的企划，每天会拍一个漂亮的女孩。哦，那之前有些成员是公司，是公司的照片吗？看来之后要多点台一点的歌。啊，真的是奇怪的。那个我最美的照片印在报纸上，看起来超丑，真的哦，可惜耶。因为卢卡才开始研究了。哦，原来哇，也有这样的人哦，好开心哦。对，很多其实之前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都变成，就是越来越变成。推其他人呐、啊，或是很有前途，对呀、啊，欢迎欢迎。一年前辈一开始先上过一次，听说他去公司路上被问，哦，原来好酷哦。卢卡只好自己在 IG 放杰哥 cover 等新闻，还要授权。IG 的追踪数超过10000人，我再考虑一下。后来 TP 有上过几次的样子，太优质了。卢卡宁静吗？修行在二端。我也是新人的，现在只推卢卡，最好是啊，好哟。看来看去还是卢卡最棒，好、啊，这个可以接受。卢卡成为新粉丝，开始在意的 TP 穿火也不错啊。所以下次要点台一点的歌吗？我找看看911或是美秀集团有没有歌能点。感谢大家，大家好温暖，对。他们人都很好，差300吗？应该是差200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请大家请多指教。对，我也会教你的，放心。我也是今天才来的萌新，最好是啦，最好是啦哟。依旧是有太多这种滴滴了。嗯。嘿嘿嘿，哎呦，你怎么感觉讲的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呢呀？我也是卢卡带进门，但现在推，你是相反吗？自分からファンになりましたって方、なかなかユニークな方多そうで楽しみ。ね。でもさ、なんか前も。もう初めて TTP 見始めて今ルカちゃんしか押してませんっていう人 だんだんみんな違うとこ行っちゃったからごめんなんかねそうだからみね行かないでって言っとく最初に看到甜甜圈的黑暗面就不温暖什么黑暗面啦哟那卢卡下周应该可以开始考虑万人追踪企划。说认真，你们会想看什么？我是萌新得死，最好是得死。きっと一周して戻ってくるそう。今一周してみ、多分今ね、地球の裏側ぐらいにいるから、こうやって戻ってくるの待ってる。我也是萌新。我错了，好笑。没事啦，这些魔星都是换个粉丝名去推别人。对呀、啊，对呀、啊，你们都换名字，我都知道哦，我都知道你们都偷偷换名字去看别人的直播间哦。都可以，是你用心准备都好。该来个真正的迪士尼音乐剧，唱歌吗？
想看鹿凯扮演淑芬阿姨唱下半场 Q&A 影片吗？好像也可以。谁啦？偷偷换名字？我说你啦，我说你啦。好啦，你是偷偷换账号，只有我换了名字还在这，好笑。我没有，怎么了？桂鱼，桂鱼有吗？好可怕哦！桂鱼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你也是偷偷来，我都换名字就看别人啊！你说不换名字，我都没换，就直接去看。怪于不打自招，也被带坏了。嗯，满意哦。来，我现在只是，我现在只相信怪于。哎，一百。洛洛最扯，我最近知道他是谁。好笑、哦，以为是不同粉丝，结果后来发现是同一个粉丝。乖宝宝名单少一个人，我名字才不想变动，改了认不出来怎么办？所以卡丘有卡丘一号吗？我好像只有看过卡丘二号。你是看神推的直播的时候变成一号吗？然后看其他人都用二号账号是不是？不相信我吗？不相信我吗？不相信我吗？好了好了，相信相信。卢卡不相信我吗？你看我纯真的眼睛看不到啦，你头贴都没有用你自己的。露露是谁哦？你问他们呢？因为我以为生气糖啊，以前我以为生气糖是别人。对，以前我以为强纳森的 IG 账，哎 ，IG 账号跟强纳森是不同人，所以以前一直想说，这个粉丝到底是谁呀、啊？然后后来。他在就是让直播上说那个人是他自己，我才知道啊、哦，原来这是他。但我后来发现他一开始就有跟我打招呼，就是跟我自我介绍。对，我好像错过那时候。今天有要看又要看书，下礼拜再回来分享有没有过 N 万。加油，頑張って，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哎对，頑張ってください。N1，N1。对，頑張って。不是一号是用手机看啊，手机看，二号是用电脑。哦。不要挖坑了好吗？露露就是前几天丢很酷的特效的那个人。嗯。嗯。但手机上电比较快，还是喜欢用电脑看直播。加入甜甜圈，先复习很多专用名词。对，如果听不懂，真的可以直接问我，直接问我，或是问其他粉丝，我一定会回答的。安安，疯狂改名安。晚安，晚安。真假我都不知道。石油王是什么？啊，对，我忘记发 IG， 其实我忘记更新卢凯台专用名词字典。我之后会增加石油王跟甜甜圈，还有 Jackie。啊，专用名词我要开 IG 的来了吧？有还有三个单字我还没打，到时候你可以去看看。石油丸就是只在座各位除了我。他们是在说你吧，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贴刘家简定？我的简定有点忘记有什么。为什么又 Jackie？
请问 Luke 爱死了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我爱你耶。可是全部都是片假名的话，感觉像抠。爱死的 Luke， 只有他，你是石油大帝哦。原来是其他人是石油王，他是石油大帝。这一开始就是在说你哦。三个发一篇感觉有点少，今天可以再穿七个咒，十个来发。冷气哥没有，冷气哥不要了，我直接讲好，冷气哥是我国中的屁孩同学，对，我没有很喜欢他。就我目前想到就这三个，哈姆太郎要吗？请问爸爸爷爷老公那一个，等一下哦，爸爸爷爷老公哪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老公怎么突然问我这个？不能让冷气哥，对，我以为是青鱼。不是，虽然青鱼也是修冷气的，可是是不同意思的人气歌。不喜欢高中制服也可以说一下。哈姆太郎感觉可以，真的吗？因为要你回答好老的梗，剪定贴到小盒子。原来青云是那个屁孩。不是啊，不是。可是如果我太笨，如果我很笨，不小心说爸爸怎么办？都要被讨厌了。怎么看起来很害羞？他那句是希望你好老公而已。嗯？握手会的时候，我可以叫你，我可以跟你说老公啊，就显示你很笨而已。啊，还有绝对不能讲大学的事，绝对哦。那就只好当爸爸。有人更喜欢叫爸爸这种玩法。爸爸，爸爸，他会回你女儿乖。那如果我回答爷爷呢？他会跟我说：“哦，谢谢送我百灵露，谢谢旅馆。”孙子乖吗？孙女乖，孙女乖耶！很久没有看哦，对对对，我原本想到山梨县的地震的事情，对，就是今天早上我们那时候睡死，然后卡妈的 LINE 一直收到，就是他的朋友一直密我嘛，说：“哎，你们家老家没事吗？”然后卡妈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看了 NHK 电视台，才发现山梨县山梨县有大地震，算是大地震吗？信的国家五弱整度五弱，哎，等等，日本的地震的那个 level 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弱级、五强级。六级、七级，这样。谢谢善元送我蓝岩马，感恩，谢谢。为什么会居然有这种葫芦？看了一下，这次欢迎。不是刚刚就讲完了吗？可能会回你去给我多念书。富士山都要爆发了。对，龟木五弱，对，我有看到特效的蓝色的，感觉在台湾不算大，五弱级，怎样在陆地还是很强，对，就是怎样在山梨县的，好像是大约是那边，对，反正就是我妈就吓到，然后赶快打给就是山梨县的他，就是老家，然后爷爷说啊什么，然后我妈问他，
哎、欸，地震还好，我就说哦，没事啦，没事，这边只有三级而已。听说外那个外公，听说我外婆那时候还在睡觉。家里太多老公，为什么只有吴有芬强弱？谢谢谢告诉我蓝星星，这个可能就要问日本政府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分。对，反正日本的六跟台湾的六好像是不一样。对，没事就好。所以那个お母さんが、もう私も寝てたんだけど、なんか LINE でずっとなんかお母さんのとこにすごい LINE が来てて、え、宮田さんとこの実家大丈夫みたいな。で、え、何があったんだろうと思ってテレビつけたら、山梨県で震度5弱の地震って言って、びっくりして、あ、急いで電話かけなきゃ、え、もしもし大丈夫けみたいな感じで電話したら、え、何がみたいな。谢谢乔大生送我橘星星。信的三个人的戏的戏的图画。山里先生是关东地区的。橘星星蛮可爱的。お母さんとか寝てただよ。で帰ってきたらしい。そう、なんか山梨もでもなんか大月の方は結構揺れたらしいんだけど、私おばあちゃんたちが住んでるところとはやっぱ距離があったから、そこは震度3ぐらいだったらしい、うん、まあよかった、何もなくてっていう。我才不送我绝对重复。完美何必，除了一人色都拿到了。对啊，粉色还没。谢谢陆克送我举星星，谢谢。可是听田所教授说，日本肯定要沉默了。哎呀，你不送怎么知道会重复？只送更酷的。山里算关东，山里对。有人说不算关东。関東甲信越だね。对。山梨は本当に何地方っていうんだろうね。え、一直都说要举星星的，谢谢冠宇送我举星星。山梨は近畿地方なのかしら。该不会跟苗栗应该不一样？对。富士山算哪个县？当然是山梨县的啊。当然是啊，当然是山梨县的啊。只是怕富士山会，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应援社是什么意思？哦，我们 TTP 的成员都有自己的应援社，就是呢，我们在公园跳唱歌跳舞的时候，粉丝都会拿应援棒。对，就是如果大家都会决定自己的颜色，所以就是看到粉丝呢，我的应援色是粉色跟橘色，所以大家在下台如果拿粉色跟橘色的应援棒，我就知道啊，那是我的粉丝。对，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我说你的有点烂，就是反正就是算是自己的颜色，个人应援色，这样会让露卡知道谁是粉丝。没有没有，扇子你不知道，还是会看颜色。反正不知道举什么，就粉跟紫啊。谢谢旅伴送我举星星，粉跟紫是别的成员啊，粉跟举对。然后 TTP 成员太多太多人的应援色是粉色，很好哎，很刚好哎，我超爱橘色，耶！很像 Love Live 每个角色代表色不同，对，
可是我们的颜色不是公司决，不是公司决定，是自己决定的。所以有些人的颜色跟其他成员是撞的，对。可是 Daisy 里面橘色只有我一个人，所以，等等。所以如果你之后来公演，如果你要拿一元棒，就是看看公演的时候可以就是改成橘色。这样我就知道，哎，那是我的粉丝。橘色出很多，对呀、啊，说不定系统知道我的应援色是橘色。哦，红色，谢谢 Legend 的红星星。如果应援色刚好是我在 Love Live 最喜欢的 CP， 哦，真的、哦，谁跟谁啊？哦，有了有了，谢谢 Legend 的粉星星。我之前以为你是橘跟黄，不是粉跟橘，就是水蜜桃的颜色啦，蜜桃色。以前我应援色也想很久啊，我想跟三里线有关的颜色，那应该要粉色跟橘色吗？啊，粉色跟水蜜桃跟葡萄的颜色吗？还是橘红葡萄、青葡萄、紫绿色？可是紫绿色有点难看，然后最后就决定粉跟橘。大三折下去 ，Step 就来关切。我是只有一个手的啊，谦哥跟弟子啊，离子哥。我想看陆克拿橘粉光线。见可能一堆人都粉，对，女生都喜欢粉色，呵呵，所以跳游玩之前跟看见信仰的猫的时候，全场都是卢卡的粉丝，也不一定啊。有些我们有些歌，就是我们 TP 有一首歌叫《看见信仰了吗》，大家通常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粉丝的应援灯。都会变成橘色，对。电池电力不足，结果手灯橘色变成红色，会这样吗？山里有橘子吗？没有。蜜桃色粉，就是水蜜桃外面是粉红色嘛，然后有些水蜜桃不是有橘色的吗？或是它水蜜桃的里面是黄橘。黄橘色，对，我的橘色也不是那个不是橘子的橘色。我最早就是觉得你跟七哥的谁长得很像，开始关注哦，真的哦。我可以问青云你是怎么，你一开始是谁的粉丝吗？你是怎么知道 TTP？ 信仰应援是暗红吧，手灯快没电那个颜色。是哦，我以为是橘色，还是红色。其实是杏色，私の应援色ってなので、私ずっとアンズ色って言ってたの。でもアンズ色ってさ、言ってもみんなパッとしないでしょ。だからずっとオレンジ色って言ってたのね。そうなると、なんか、オレンジと関係あるんですかみたいな。桃ってオレンジ色じゃなくねって言われるんだけど、違うんだよねっていう。对，我的应援色其实是杏色，可是我讲杏色你们会听得懂吗？听不懂吗？所以我就直接说橘色。二奇先知道卢卡的，他一开始是小迪前辈跟怡真前辈的粉丝哦，真的哦，他是我家飞鸟的粉丝，我一开始就是卢卡粉丝。你的我有看过你的那个扇子里面哦，我一开始就是卢卡粉丝，你们真的是哈，啊对对，有些对我们公司规定好像不能拿太长的东西，对，对啊，杏色是什么颜色？手灯好像没有杏色，对呀。我一开始就卢卡粉丝，好，我是这，
真的齁，真的齁。那时候已经改推路卡，难道不算吗？一开那还是不算一开始吧。应该算是小姨前面跟林姨前面。那怎么认识他们的？看到电视上看到他们吗？我也入卡粉，真的吗？一般来说，大侠在 A 4以内大概都可以。我一开始就是入卡粉，对，我相信这个，我相信。第一次来看我的，杏色应该算黄色，就是日本的杏色是那个 apricot， 知道吗？台湾的杏色是黄色没错，可是日本的杏色是橘色，不是白杏色，不是白杏色。那得好等你写那边东西。你们用日本的 Google 查杏色，出现的颜色已经是橘色。明明我也是，那你是怎么关注到我？卢卡不相信我，原来大家都是从别的地方。我也一开始就是很奇怪了。YT 看到一单的 MV 哦，那就是跟我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YouTube， 然后看到一单 MV， 然后看到二单 MV， 然后从公司照例挑了两个喜欢的关注，了解。我大概知道了，对，我相信我们那时候的公司照是穿 T 恤，给我一下色嘛，等我一下哦，还是字典里。卢卡专用名词来字典里面，要不要打应援色的那个色吗？日检卢卡教我。哎，你也要考吗？等我一下哦，打不开耶。差不多 FAB27B， 可是这个就有点太深，反正之后会打，之后会。帮你打色吗？杏色好像米白色，台湾的杏色应该是米白色，日本的杏色的杏是安之的意思，安之是 apricot 的意思。啊、哦，对啊，大家都听不懂嘛，对，因为日本的杏色是，哎，等等，我讲的杏色是日本的念法，桃色也是 ，so， 所以我都念橘色。很麻烦，直接说橘色比较方便。我查到的颜色是 F7B977， 是那个颜色，我不知道哎、欸。F7B977， 没这么浅，不是再深。一点点，对。网络才有人说杏色就是奶茶色，那是台湾的啊！我又讲几次了，もうやだ言いたくない、もう桃色とあんず色にしようって決めたの。でもあんずってさ、日本中国語に訳すと違う意味なのね。そう。でだからめんどくさいからもうずっとオレンジ色って言ってんの。それなのにもうずっとあの台湾でアンズ色って黄色だよ白だよっていう人がいると、もうめんどくさいめんどくさいもういいよオレンジってことでいいでしょ、もう橘色だ、橘色、橘色、桃色跟橘色 OK。 对，我也是喜欢卢卡台的气氛。实际上直播相处过后最喜欢的卢卡的直播。哦，原来如此。你是不是一开始看我的时候就，还是不要讲好了。有人听到刚刚卢卡讲的色盲吗？我等一下会打，我不是之后发文的时候会打，放心。反正就是用日文说明我的应援色，我都说桃色跟安之色，桃色跟杏色。但是我用中文说明
的时候，我就说粉红色跟橘色，嗯，棒。安之，安之，安之的中文我查一下好了。杏子啦，杏子，嗯，应该是这个水果，杏果，对，杏子色。嗯，所以是奶茶色。好，辣椒蛋。ミルクティーの色だから違うの、もうやめて。あんず色って言ってるでしょ、もう。もうやめて。もうやめてよ。もうやめてよ。あんずって言ってるでしょ。茶色じゃないよって、茶色じゃないですよって。まあでも確かに、对吼，其实我现在想想看。泰国的奶茶好像是这个颜色，日本的奶茶跟台湾的 那种珍珠奶茶的奶茶不是这个颜色，对。你们有看过泰国的那种泰国拉茶吗？还是那是印度的？是印度吗？印度拉茶，泰式奶茶色，对，我记得泰式奶茶色是就是偏橘色，对，可以这么说啦，对啦，奶茶色，奶茶色。对对对，泰式奶茶色可以可以，对，那就是 milk tea 的颜色。还有路可以要吐茶，印度拉茶泰式 奶茶不一样，应该是泰式奶茶，对，泰式奶茶。对，泰式奶茶。Sega 我看不到那个字，对不起。对，终于屈服了，对。泰式奶茶是不是有点粉？哎，是吗？不是橘色，不是偏橘色吗？有点忘记了。好，就是泰拿色，可以可以，泰奶色。好，那我之后。我要说明我的应援色的时候，我会说我的应援色是橘色，有点像泰奶色，绝对不会说杏色，对，因为大家都会想到白色、黄色那种颜色，对，不一样，不一样，噔噔噔噔噔，对对，偏橘，好，之后我会给你们色嘛。对，到时候就知道，不可以太色，太奶色，这个也加进路卡专用名词库。对，今天出现了，不可以太色。宮田大吉哥，你告诉我要举哪个颜色就好。其实粉红色也可以，可是因为粉太多，有人，我 Daisy 有太多应援色是粉色的人，所以我怕你只举粉色，我就不知道啊，那是你的粉，那是我的粉丝，对，我怕我以为你那个人是其他人的粉丝，物件没有太色怎么办？对呀，听起来怪怪的。所以橘粉色最方便，粉色是滴滴色。粉是哪个粉？好，粉色的粉，那个粉色的色嘛，我也会打出来的，放心。Daisy 还有人是橘色吗？好像只有我一个哎、欸。嗯，你不能这样想，你要说想橘的粉色都是你的粉丝。好的。那我最后关播前，我要量体温。36.0，耶！
粉色跟桃色一样吗？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对。粉色跟桃色其实不太一样，在台湾是不一样吗？そう、日本だと桃色ってピンクって意味なんだけど。35.9、差不多。OK， 桃色的饱和度比较高。まあめんどくさいから桃色ってことで。好，就是统一讲 pink 就可以了。冬天耳温枪比较不准，好像也对哈。台湾比较少说桃色，除非是说桃色风波。やじ。まあでもいいや、日本語だったら桃色って言うけど、そう、中国語だったらもう別の言い方しましょう。桃色跟太色。好笑哦。太色幸运草 Z。成人都是刘家。讲粉纸就好了，上次有说过桃色有点不好的意思，好吧，那就在台湾就用粉红色。泰国的泰，不是那个泰，毕竟手灯颜色只有这些。对呀，今日のルカちゃんいいね、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でもびっくりさせてないかな、もうさっきのとかいろいろ言ってたから、初めて人ビビらしちゃってないよね、ちょっと心配しちゃった。そう、多分ワクチンのせいだと思う。应该是打疫苗的关系啦。对，卢卡的颜色是什么？我太色。桃太蓝，桃太色的有吗？第二弹要被淘汰了，现在才发现我卢卡颜色的颜色是黄色。没有，没关系，一元闪，你用什么颜色我都无所谓，只要有看到那个 Luca 的名字我就很开心。今天差点就 Why Taiwanese people， 对。Why Taiwanese people why？ 哎，じゃあ今日もね、読もうかな。今天第前十名是谁呢？小黑滚，吃的旅馆，盛源，星云强纳森，是谁呀？祥玉。关于阿高尚志宏，对 ，OK， 谢谢夜兔的带我走，一定会上的。那扇子的字体颜色要调高反差的会才会清楚。卢卡今天有多一点水吗？有。上来我就请甜甜圈喝泰奶。对呀，我好久没有喝泰式奶茶，夜市的泰式奶茶很好喝耶，我很喜欢。因为成员都是长发。哪家夜市？哪一家夜市？哎，几乎每个夜市都有泰式，哎，泰奶吧。名字那面超过第四排就看不到。对，等一下啊，我等等要做卡片。
反正到时候再做好。夜市那种塑胶袋的超少的又很贵，对对对对对，塑胶袋的那个，可是那个真的很好喝，我很喜欢。对，橘橘的，对，对，就是那个橘色。台湾太奶都偷加色素，难怪。等一下哦。哎呦。课录课的课是哪这个吗？好，这是草稿，到时候会做正式的。对，慢慢。好，今天的排名，今天第十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九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八名是冠宇，谢谢冠宇。第七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六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第五名是志宏，谢谢志宏。第四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三名是陈大生，谢谢陈大生。第二名是吕冠，谢谢吕冠。然后第一名是盛元，谢谢盛元，耶！ありがとう。而且是黑色的塑料袋，看不到奶茶颜色。对，陆克觉得橄榄跟泰奶哪一个？橄榄是香港奶茶吗？我好像没喝过耶。对，每次都对你每次在这边，每次都差点就是歪歪的那种。一九，大家辛苦了耶！我今天打完疫苗会多多喝水，然后不会熬夜，然后直接睡觉。对，然后我应援色的色盲会打。谢谢陆凯今天直播。对啊，谢谢你也来看我，你应该没有被我吓到吧？对，有空可以来玩。我喜欢泰式河粉，哦，河粉很好吃。晚安，晚安，真的不熬夜不会啦。但说不定我等一下会开始发烧哦。嗯，奶茶也蛮好喝的。对，我喜欢奶，我喜欢喝泰式奶茶。你的不会熬夜是指两天前睡？我今天尽量一点前睡了，不会吓到跟重播一样有趣。赶快睡着就不会感觉发烧。第一次看陆卡台真的很有趣，最好是最好是第一次。那金狗戴西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陆卡被看透了。早上睡就不算晚睡啊，不会这样的。嗯，まあ今日はゆっくり休みますわ。じゃあまたね。今天少了最有趣的开啊，我才不要开车，谢谢。第一次来看陆凯台，陆凯好可爱啊，谢谢谢谢。骗你的第三次，我看你的那个，我看你，我看到你们的彩色高高哦，至少有一百场哦。啊，对啊，很多颜色，对，很多颜色，很多颜色的色，对。好，大家拜拜。おやす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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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おやすみ。